今天我俩上菜窖里求点菜。大齐，你帮我接一下。可是菜窖太深，往下一看，吓得我没接住。怎么搞的？没拿住。我自己扔吧，我一个一个扔吧。哎，你扔吧，我给你接着。哎，看看吧，这就是东北室外的地窖，冬天用来储存蔬菜的。太冷了，上面都是冰花。看，这是里边。取完菜再把窖口盖上就行了。这是纯笨白菜，小的好吃。我走。刚一进屋就看见公公在搬鸡食，到点了准时开饭。对了，公公还养了只小狗。虎子，虎子来。虎子，虎子，虎子。回家的这几天老公哪儿也没去，每天在家劈柴火扫院子。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去了，虽然每月也给父亲寄钱，但可能在他心里只有真正为父亲做点什么才能缓解他内心那无处安放的惦记吧。